迟到了，迟到了。你怎么才来呀？有点事儿，有点事儿。先给大家拜个年吧。拜年，大家过年好，过年好，龙年大吉啊！龙年大吉，龙年达达。那么咱们今天说一下咱们的主题吧。啊，说。咱们今天要去东北过年，去感受一下真正的东北农村的大年是什么样的。哎，对。啊，同时呢，还要重点啊，就是看一看究竟东北的过年的美食有哪些，同时呢，还要看东北的年的气氛和风土人情是什么样的。对，主要是过气氛嘛，咱也替这个过年回不了家的东北的咱们这帮朋友们，回家给他们探个亲，替他们去拜年。哎，带南方的小土豆们沉浸式体验咱们东北过年这淳朴又热辣的这种过大年的气氛。对 对吧。同时呢，今天咱们还有一个重点啊，就是这次咱们过年开这车走，荣威的D7 DMH。这台车冬季实测满油满电续航达到了1704公里。这次咱们去东北过年，往返不用加油啊，就开它。得嘞，那就跟着我们走吧。走吧，走走。哎，你看我们这制片人给我发那个咱们要去那地儿了，这个车机最好的一个什么手机车机互联，马上一，如果他发给我微信的话，我这么着一点，上面有一个选项，直接就传到咱们这个主屏幕上了，这多方便呀！嘿，还真是上来了。嘿，是，你看，马上就过来了。这个，咱直接看着这个导航。哦，太，这个功能太实用了。对对对。要不咱还得拿手机来导航，太棒，哎，对啊，太感人了那样。是，哎，真棒，真棒，真棒！来，行，就出发吧，出发吧，走着。嗯，哎呦，你看外面这树林，地面这雪，一看就到了咱大东北了，是吧？真是漂亮的，冬天还是得来东北。啊，对，你看那小村庄，炊烟袅袅，多好。所以今年你看这个旅游哪儿火了？耳鸣火了。啊，为什么？这些南方小土豆一来这北方啊，感觉就不一样。它完全没有经历这种自然环境，是吧？太漂亮，太漂亮。啊，我一特想起那首歌来了，我的家在东北。你看咱大东北多暖和呀！打开所有车窗，打开天窗，关闭空调，关闭座椅加热。你一下说了多少个指令？好家伙，太冷了，太冷了，太冷了！多棒啊，这个识别的真快啊！是啊，这个叫一语多义，对吧？就是你说多快，一连串指令，他我只要给他发布指令，随便说，他就一直照办，把所有的指令都给你执行完。这也太猛了，立马对咱们这车空间穿堂门全进来了。这一下爽，这下你的家还在东北吗？哎，这车咱们开到东北也开了得有700-800公里了吧？现在没有问题，这个车啊，荣威的D7 DMH，是混动车型，而且呢，它的续航非常牛。嗯，对，而且这台车是10万元级长续航超级混动家轿，在冬季实测的这个满油满电综合续航，达到了1704公里的数据。最重要啊，这个纯电续航它也不虚。官方成绩啊，是我看数据是125公里，但实际上曾经跑到了140公里的纯电续航，真的是很厉害。对，而且我看去年在中汽研的一个新能源汽车极限挑战赛里面，这个车还荣获了2项大奖。所以说这台车是严重的数据反向虚标。哎，本来有140公里的这种实力，为什么要标125公里的纯电续航呢？我觉得真的是太低调了。所以咱们这趟来东北，咱一点不着急这个没有问题不能的问题，妥妥的跑到东北。刚才咱们在那个高速路上，咱们那个服务区，咱们看见了过街处的人，没想到这么多。刚才那加油站人跟咱们说，加一个油多长时间？等1.5个小时，让他们投来羡慕的眼光。我们不需要加油，我们继续出发。而且这个车啊，咱们长途坐的时候，咱们一路坐过来，它这座椅的厚度达到了20毫米坐垫，对，真的是很软和。两边的包裹啊，加上这个靠背的这种感觉，一点都不累，一点都不累。嗯，而且第二排也非常的宽敞，空间非常大，乘坐的感受也非常舒适。它是 B 级车的体验 ，B 级车的品质，最重要的是它是 A 级车的价格。还是这东北热闹啊！咱们开了一整天，好家伙！这过年啊，要说真的是为了气氛，还真的是来东北。对啊，对，外头放着鞭炮，梆梆在响，大铁锅往这一支，呼呼冒热气，这是什么感觉？这就是过年。说到东北，咱们第一站必须得吃一铁锅炖。哎，你看这大鹅，筋头巴脑，咱必须得弄上。对对对，对吧？对。小时候，你记得你在东北长过，对吧？这大鹅在家是干啥使的，你知道吧？是吧？看家护院。看家护院的，这鹅可不是好惹的。所以它是一身的腱子肉啊，哎，对，一身的肌肉，所以这个肉啊比较紧致。对。所以很多人都喜欢吃炖大鹅。哎，但是说叫炖大鹅，来到东北炖大鹅和咱们在
大城里吃的还是不一样的。柴锅嘛，对，这个锅是柴锅烧，咱们吃的都是那种煤气锅，对，煤气炉烧的锅，还有就是电炉锅。但那种锅呢，刚才我问厨子，厨子说只有用柴火炉烧的这个锅啊，它是温火，这个肉啊是更好吃，肉质更细腻。对对，而且你看今天晚上的菜是鸡蛋酱，哎，鸡蛋酱是东北特有的，这鸡蛋酱，好多人不知道鸡蛋酱怎么吃啊。其实大家看啊，这是一个全生菜，其实鸡蛋酱就是西式的沙拉，拌着菜吃的，但是这个味道绝对好。对对对，而且东北还有一道名菜叫饭包，你听过吗？去拿菜过，哎呦，那太好吃了！这两天有机会一定带着咱们这个大家朋友们，咱们一块儿去吃点当地的特色。明儿咱俩一人买根大红棉袄，好，没问题，感受年味儿。来吧，来吧，来来来点生命之水啊！生命之水，啊、来。哎，这个大鹅啊，里面这个干豆角一定要吃啊！这个我们小时候就必备菜，炖菜一定要放干豆角。哎，对。你说这说就想起来了，小时候我们家在东北吃饭的时候，一家人十口人就两个菜，全是乱炖，里面必须有豆角、茄子、土豆。其实咱们今天也是两道菜，但是两锅菜。对，两锅菜。这个饭菜量啊，在南方小土豆看来完全理解不了，完全理解不了。肉质非常的细腻，而且很嫩，有韧劲儿啊。对，有嚼劲儿。咱们在北京吃的那个炖鹅，那个鹅啊特别柴，吃上去有时候嚼不动，但人家这个很软。这个东西我觉得还是就是当地吃当地取材，这么一个东西，就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水土养一方大鹅。这个大鹅还挺肥啊，这非常好。不过而且它里面配菜特别入味，对，非常好。今儿就去杨哥家过年了。对，杨哥，咱们这边过年一般咱们就是走走亲戚访友，咱们对，说你些什么呀？猫我手嘞，牛奶嘞，饮料。一般家里用的粮油也得来点吧？啊，咱今晚不还做饭呢吗？对吧？第二在咱家吃。来吧，哎呦，我来吧，杨哥。杨哥还有啤酒吗？啤酒就不要了，酒不要。就应该这样、必须得多买。我跟你说啊，这崩去年的晦气，你知道吗？这个好家伙，这也太行了，中国红财神，这也太棒了。粮油米面，哎，加上饮料奶，所有东西，所有年货加进去还能放。这后边确实是，主要它为过年准备的车，为是过年准备的车，挺好。关上咱走，放炮去吧。走吧，放炮去，走。